旧水泱泱，红船依旧，时代变迁，精神永恒。大家好，我是孙贤龙，来自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嘉兴，是嘉兴市委副书记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嘉兴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。习近平总书记啊，15年前对嘉兴提出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典范的殷切期望。15年来，嘉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，坚定不移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欣喜的成绩。嘉兴是浙江省分量最重的米袋子，也是上海的边外菜园子。这里不仅有驰名中外的五芳斋粽子，也有中国十大名里之首的醉里、林中珍品南湖林，还有桐乡猪肉、平湖招待、杭白菊等著名特产。区域公用品牌嘉田四季深入人心，农业现代化水平位居浙江省前列。这里是7000年马家班文化发源地，既有乌镇、西塘等水乡古镇，也有梁家墩、排家班、王祥里等颜值与气质并存的美丽乡村。这里名人辈出，诞生了茅盾、丰子恺、金庸、徐志摩等名家大师，形成了韵韵无风、从文后的情帅和美的人文氛围。在嘉兴，农民收入已经连续15年居浙江省首位，农村生活可以赛城市。比如每个村都通了公交，所有乡镇开车15分钟就能够上高速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率达到100%，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上好学校，一连体、一共体也实现了全覆盖，农民呢可以就近享受大医院专家服务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国示范，大家在村里呢就可以借阅到全市的图书，养老、医疗、救助等社会保障呢都是城乡均等，保障水平已经走在浙江省前列。在嘉兴，红船精神流淌在所有人的血脉中，已经成为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。我们率先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在村集体中有哪些权益和集体份额，共享改革红利。我们在全国首创农业经济开发区发展模式，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，实现了1、2、3产业融合发展。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三制信农贷，老百姓的产权证书可以拿来贷款，在村里的口碑呢也可以作为贷款的依据。我们在全国率先探索飞地抱团新模式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，98%的村收入超过了100万元。我们在全国首创低收入农户持股征收模式，使他们每年都能获得稳定的分红收益。嘉兴在全国首创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呢，已写入了19大报告。这里村村制定村规民约，乡村文明味蕾成风，村村建立百姓议事会、乡贤参事会，实现呢民事民议、民事民办、民事民管，村村建有百姓参政团、道德评判团、百事服务团，实现了大事一起干、好坏大家判、事事有人管。昂首阔步腾浩气，乡村振兴在红土。嘉兴将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奏响新时代的田野牧歌，复兴升级版的农耕文明，打造世界级的诗画江南，建设高质量乡村振兴示范地。欢迎各界朋友来嘉兴走走，感受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，
分享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。